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欧耶频道。啊，今天要教你们做超嗨啊！那超嗨是什么？呀，超嗨就是超嗨啦。等下我就教你们讲超嗨啊。首先我们要排满美先。等下我们要跟它切一切。Say hi， 我一个阿伟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切片了啊。容易罢了的。八只脚吗？八只脚不是叫四卡镜哦，八角镜。首先我们那个刀啊要顶这边哦，顶那个翻，然后我们要扒上来。哇啊，然后啊中间这个啊不可以吃，这个要扒掉它哦。啊，这个硬硬的，这个不可以吃啊，这个好料的这个，回去给你老婆啊，哇不会很甜啊。OK， 还有这个肺啊。肺是什么呢？喜欢讲废话的人吃啊，要给那种废话的人吃的。如果不会讲废话呢，你就要扒掉它。啊，要很干净的啊。硬硬的，我们给它去除掉。OK， 现在到它的屁股哦。屁股那个扒扒一下。完成了，你要洗洗一下哦。洗屁股啊，洗屁股啊，洗发毯啊，用手指这样子给它擦擦一下哦。啊，你要这样也是可以的啊，这样子也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反正它都死了，它不会害啊。OK OK， 接下来哦，我们把它切成两半。现在这个脚趾哦，它没有挖鼻孔啊。挖他老婆的，我们要跟他去除掉哦。啊，哎，现在我们要跟他打碎哦，等一下就比较容易吃，煮的时候也比较入味啊。
八字盖哦，有没有 facing up？ facing up。闷一闷 ，OK。现在我要运功一下，大概十分钟。吼嘿！看那个火有变吗？证明我的功力很够力。OK， 接下来呢？我不要打两粒蛋。蒸一蒸。OK， 我们准备了这个酱料，瓦萨比跟甜酱、酱油。OK， 哦耶，终于好了，哇，美美啊！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火关掉。的潮海，男左女右啊，男左女右啊，左女右你才分得到啊，公还是母啊？爆香的这些东西，就把它放上面。哇，香啊，香哎！哦耶，是哦耶，旧饮潮来。把这个壳哦，跟它戴帽子。旧饮潮来。